英雄联盟三十六计由第八 TV 独家制作，特别鸣谢多玩游戏对本栏目的支持。话说上单遇到刀妹怎么做？这是我十年前纠结过的问题。想当年，刀妹可是英雄联盟上单一姐。传说中，刀妹一岁玩杀鸡，三岁造飞机，五岁开坦克，六岁穿铁衣。只可惜人怕出名猪怕壮，光芒耀眼的刀妹遭人嫉妒，进而中了瓦洛兰大陆最恶毒的诅咒。王松太强了，我们来削弱一下。王太强，我们来削弱一下。王太强了，我们来削弱一下。王太强了，我们来削弱一下刀妹吧。王太强了，我们来削弱一下刀妹吧。哈哈哈哈！现如今的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，刀妹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刀妹。可为啥我见着她还这么怂呢？你丫不是被削了吗？丫俩多兰就把我削成狗了，不科学啊！不行，先暂定一下风头。这刀妹凶啊，野人不要钱吗？哎呀，遇到这种场合，让我这个热爱表演的人实在是无法拒绝呀！不要着急，这种情况呢，刀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想想，她点燃都放了，没取过人头，这口恶气能忍吗？要试着放手。不可能，来，让我勾引勾引他。这点血量你还不动心，吃了秤砣了你，不合适呀。我说呀，没死心，我可是有大的男人，总要吃点苦头心。哎呀，疼疼疼，哎哎哎哎，好像有点玩脱的意思呀。一口气提上来，无哈，挖坑第一式，排山倒海，中招。挖坑第二式，毒龙出动，嚼你个生活不能自理。挖坑第三式，海角流电，打完收工，等死吧你，有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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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嘿嘿。妹子别哭，站起来都来到哥哥家里，哥哥教你打上单。嗯哼，嗯哼，就是感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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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关键你要去，不是你要是见的话，哪有太慢的，都是比较快的呀。这个是比较快。嗯哼，嗯哼，哎，对对对，我操，录着呢，我浪费我感情。嗯哼。